你们没有吗？你们有拍过吧？我有。你们有拍，你们只是没有被外流而已。那你队友，那你队友，问另一边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拍？没有。你们都没有拍。哎、欸，你是什么嫌弃的脸？我也是被男生逼的啊。害怕的脸。我想问女生，我想问女生说，如果一个男生不帮你，你们是扣分还是加分？我不喜欢男生帮我。我是服务型的。我以为女生会喜欢呢、欸。喜欢。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他真的没有谈恋爱。我只约。啊！你干嘛害我们？我想说没关系，你们比较会喝。我从来没有不穿内裤出去。他自己要喝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完全没有，你们没有，没有你们都穿内裤，当然啦、啊，为什么不穿？你遇过这样的人对不对？我就有一个哥哥，我就有一个他不喜欢穿内裤，就是他自己本人，没有，我穿内裤，我穿内裤，我有穿内裤，我们不想看，我从来没有夜行过，没有，我有。哈哈哈哈哈！笑屁啊！你一定有，你一定有，我没有。今天说谎的人会演艺圈走下坡，永远不好。啊，已经在下坡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翻身翻身。以上都纯属虚构。すみません。我从来没有一天做过五次爱以上。太累了吧？对啊。那你上次说你一天？五次，对，他算是很充裕的人了。为什么现在都往我这边走？我从来没有跟艺人做过。啊，是什么？绿茶没有吗？这不能这样啊！谁？你的没有上新闻。我以前玩子的时候跟那个……你刚刚都讲过了，你知道。你这么大的，这里有增加出太恐怖了。我想问女生，我想问女生说，如果一个男生不帮你，你们是扣分还是加分？我不喜欢男生帮我，我是服务型。我以为女生会喜欢呢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有个女生朋友，她说她一夜情的对象如果没有把她很爽，她就不会让她去。我等下跟你讲是谁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是谁。啊换我们这里说了，换我们、嗯。可是我们没有上下换一张，换一张，换一张。我从来没有上过负面新闻或娱乐版面。你这是针对我吗？熊熊喝两罐来一下。我从来没有去动软，很烂呢、欸。我也没有啊，烂呢、欸，我也没有。一个，你为什么要看着我？你为什么要看着我？我从来没有拍过。哇哦！你们没有吗？你们有拍过吧？我有。你们有拍，你们只是没有被外流而已。那你队友，问另一边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拍？没有。你们都没有拍。哎、欸，你是什么嫌弃的脸？我也是被男生逼的啊。害怕的脸。我有拍我自己。还蛮厉害的，比你还厉害。我剩三只。我们公那个怎么办？快！我可以讲吗？我可以讲吗？没有，换我们了，换我们了。我从来没有无套过。那是有的要折吗？对，有的就要折。不可能，你一定都没在带。你给我折。不是啊，我没有你的 size 了。我想折。争取完完了，我们这队输了啦。好，那个，我们现在来换装了。哟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太漂亮了啦！你不要一直看，下流。哎、欸，晨晨没有要穿啊。晨晨，请出来。